的。好了，那我们要开始喽，各位，你们都在吗？在啊，在的，在的，在的，举手，有。校外教学，在，在，在的举手。不在的举手。完了。好的。然后，好，你们是这一支一群高中生，你们就读这个私立黑山羊高等学校，然后同时你们都是有认识一位同学叫做香月梦奶，然后叫啥？香月梦奶。然后今天你们在学校里面就是各自活动，有人在打排球啊，有人在背英文单词啊，然后有人在话剧社。我是刚下课去福利社的路上，那这时候你们的手机 LINE 都同时收到这个香月梦奶的讯息。等我一下，我要怎么把新增进来？我有点忘记要怎么用。你要干嘛？诈骗！一次可以发那么多讯息的？广告讯息？真的？这是你们收到的 LINE 的内容。哇，你要做这个？它能放大吗？这样有清楚吗？非常清楚。Okay. 这是吗？真的假的？那总之你们就收到了这样子的，他发给你们那些讯息，然后约你们晚上就是到学校来拍摄这个所谓的七大不可思议的都市传说。然后他因为香月梦奶是新闻社的社员，然后他想要请你们帮忙来撰写这个，就是下一次校刊的一个特别报道。那你们就是被他傲到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有点烦人的女生。你如果不答应他的话，可能又会很麻烦，所以你们就很无奈的去，就是约好了晚上在学校集合。OK， 好哎，那个职业的风声很强。好，看一下。好了，那时间很快就来到晚上，你们下课回家，在家里待了一阵子之后呢，大概在十一点之前，你们就陆陆续续到了学校门口。看一下地图。梦，我们四个人是只有这一个共同好友，但是我们四个人有认识吗？不同班。你们就是要五个人，之前有设定过彼此的关系啊？如果没有的话，不用特别认识也没关系。没有，没什么特别认识。好，那你们就是第一次见面，只是被刚好被同一个人一起揪到这个地方来。OK， 好的。就是你们就是到了晚上的学校门口哈。现在是在校门口，校门口是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哦，他要下线要放物件，好麻烦。嗯，来，那就是物件控制台，开就。哇，新增。哦，你要先放，你要先放，当下的。你们现在是在学校门口。靠。好，那你们等我一下下，我把所有的图都先放好。好，没问题。我想回家，该去开个冷气。到底想回家？看到这个会想进去的也是很猛。我要回家。我好像不能出门。你出门会被妈妈骂。没有门禁。对啊，没有门禁。但我晚上还要锻炼呢。骂我了，现在几点？妈宝。就是学校晚上，学校附近非常安静，就是你们听到任何职业那边声音超大，他可能是开冷气要被骂了。没有，那是我爸被骂。一定是你爸开冷气被骂。没有，他窗户在他旁边，他不关，被我妈夹起来。就是除了旁边有一些虫鸣啊，然后奇奇怪怪的这个。就是声响之外，你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然后学校里面也是一片黑，就像图片上看的这个这样子。然后你们等了很久，现在已经十一点快半了，但你们都没有看到香月梦奶。那
基于就是主办人一直没到，你们现在可以互相聊天了。你们现在可以互相召唤一下。我哎、欸，哎、欸、啊，那个女生嘞？啊，女生嘞？你们也是被叫来的、啊。那那他不来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对啊，要不要吃个饭啊？去 KTV 啊？感觉。看起来有点恐怖啊！那你想进去吗？我不是很想。我也不是很想。你要，你一定可以进去啊！你进去吧，我们就先等。但是他之后又一直来撸，在这边也是。然后现在也没有出现啊，不然他。啊，有没有要赖他一下啊？哦，就在你们就是相交谈、七嘴八舌在讨论为什么他没出现的时候呢，然后都已经萌生退役，有人已经非常想要回家了，但是你们的赖这时候就突然想起来。是香月梦发来的讯息、欸，就大家的手机都有收到这样子的讯息。靠！哦呦喂！你妈的哥，我还要我帮忙哎、欸！哦，那你不就很贴心，还帮我开窗户？哇、嗯啊！然后你就可以来开窗户，你离开前可以开窗户，你不能来。对啊，不能来，在家睡觉是不是？是有问题的。那总之呢？就是你们得到这样讯息之后也没办法啦，因为这个女生真的是还蛮烦的，所以为了帮她完成这个七大不可思议的这个校刊报道，你们就还是往图书馆的地方 那个窗户前进，那就从那边进入了校园。现在可以把你、啊、等一下 KP， 我可以跟她传一个讯息吗？嘿，是黑名单啊，黑名单啊，不要传讯息。封锁他，很封锁他，妈他在输入中哎、欸，输入中干，我就知道干。啊，就是在你们收到这个讯息之后呢，你们不管再怎么联络他，他都没有已读，然后电话也打不通，那没办法之下，你们就只好从他说的图书馆窗户进入了学校。那现在帮我把你们的头像拖到地图。体育馆？哎、欸，不对，哪里？哎、欸，现在门口，现在下底下就可以了。你们现在是在一栋校舍，校舍前面，然后校舍就是旁边连着体育馆。对。我干他妈超小一个，他的作画精细度太高，以至于那个变得很不明显，让把你抓进去了。OK， 然后哇，他请你们帮忙写的这个校刊报道呢，是出自你们学校的七大不可思议传说。那关于这七大不可思议的笔记，香月梦乃有事先提供给你们，是这样子。哎，等一下，哇、哦，他现在不能直接送出。总共是有七步，七大步。啊，我已经想要把下面的东西捡起来了。这校刊有没有审过啊？这校刊真的是学校允许的吗？那还没过审之前那个版本，然后他往改吧。学校要确定呢。就是、厕所的花子，我现在没有办法直视这个名字。你想到什么、啊？等下穿个衬衫，拿个水管棍，要缠我的脖子。那总之呢，除了这七大不可思议的笔记之外，最后一行写着：如果遇到七个，但是后面就是看不清楚了，你们也不知道这情报到底想要表示什么。但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报。OK， 那你们现在可以自由活动。啊，不要放歌词嘞，自我介绍一下。啊，对啊，我二班的啦。我二班的，我本田。但是，我操的，有人可以跟我一起走啊？我会怕，我的每次的设定都很怕我。别吵哎！让他一个人走，让他一个人走，让他一个人走了，感觉蛮壮啊，你可以的。不要啊！他已经看我，他已经要离开这个学校，他已经快离开了。
好的。哎哎，你干嘛？你干嘛？哎哎，干嘛干嘛？干嘛叠在一起？抓回来，抓回来，抓回来！救我！来继续。来二三小，下一位，下一位，一位。你们要决定要去哪里呢？不是啊，我们要不要反正就进来？我们要不要一层一层往，就是一层一层找？啊，他现在没有表示厕所的位置哦。女厕啊、嗯？有吗？哦哦哦哦，看看不到。那女厕那么大、啊，我们学校就瞎了。告诉你，我们学校女生上厕所真的很麻烦，我们要跑到一楼哎、欸。没关系啊，男生你看到厕所吗？你看到男厕有厕所吗？一般都没有男厕啊，男生没有厕所。请问你们男生去哪里上厕所啊？我们通常去体育馆里面啊。体育馆里面有一个地方，没有、啊、就随地啊。真的蛮臭的，体育馆随地就好啊。我不知道学校怎么这样子弄。以前国中的时候在尝试吗？厕所每楼都有哎、欸。刚真大同学好没素质啊。随地随地大小便，念好一点的是钱，不是干。我刚刚随意，刚随意说我本田啊，我在讲我是我真大了。干这名字不能介绍。还是我干、啊、你要怎么报？你要怎么报？你要报干？我是干，我是钱，我真大。干！我已经告你性骚扰。我们回归主题，要不然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七个不可思议的到底会在哪一个地方？干，硬着头皮也得干。厕所应该是厕所。讲你就音乐教室啊，音乐教室啊，五格标本应该在美科教室，美术还是理科吗？还是美术？理科吧。感觉画画也会画到骨骼。对啊，不是啊，广播室里都有。现在这一栋校舍的话，每一间都刚好，每一个教室刚好都对应一个、欸，哎，是啊，对，楼梯这么多楼梯，啊、我也没数过，三个楼梯、啊，哦，对，十三阶真的走得到二楼吗？那应该是理科吧，如果他每个都分，就是那个骨骼标本应该是。那我们要不要先去旁边的体育馆走走？啊，我们先去体育馆好了、啊。我在想，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如果不把层楼梯就遇到的话，那我们不就上不去？体育馆问，我们就可以回家。体育馆问手，我的地盘。所以你们全部要去体育馆吗？对，是。我们几个肌肉壮男要去体育馆。好的，肌肉美少女，你们大家一起到了体育馆。母鸡。那体育馆内部是这样子的。哇，这个体育馆，然后没有任何照明。那我会开灯吗？我还真没看过这样的体育馆呢。你们进去的时候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就是一片寂静，然后很黑，只有一个紧急逃生的灯，那气氛非常的诡异。那是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发生。你们要做什么动作吗？侦查吧。好，谁要谁侦查？我啦。所以，孙大同学，请过侦查。钱同学，过来，钱同学。过了。那你在四处环视这个体育馆环境的时候，突然你们听到，大家都听到一阵球在跳动的声音。那从黑暗的地方有一颗篮球，就这样子一跳一跳的跳到你们的视线范围内。请所有人过一个 send check。好 ，AD 一百。哦，好。过来。王基百是哪一颗嘞？最右下那一颗、哦。最后一颗、啊。看我现在很哦，天。ten、啊。看，田哥，田哥比我还要那个。哇，高进快吓死了！那不是机械的东西。Wow, 我现在有个问题，那个骰子，哦，我看到了，一滴一百，要上一下的，不急，你那么点啊，六十一，要过吗？那看起来蛮多人的都保、啊，有谁没过吗？我没过，我看一下，老大过哎，老大七十，看你的，那是看意志吗？
没有，他是跟智啊，李智哦哦哦哦哦，兄弟人、哦、也是跟义智的最终之一啊。那这个高金生一郎同学呢？这个人虽然很凶，下一个可能很凶，对于这林业部分可能有点就是无法，所以请帮我限制扣一。那其他人的话，可能就是因为神经有点大条，大家神经都比较大条，想说哦，可能是哪颗球没放好，这样自己滚下来了吧？那也没什么啊，这个都市传说。那体育馆的部分，你们还有要做什么动作吗？嗯，我可以去看那个球吗？什么？我可以去看看那个球吗？还是我没有看到球，我只听到声音。球有滚到你们的视线中，但那就是一颗很普通的篮球而已。哦，我以为是没什么动的。那我这样应该算解完了。那我一个，那我要仔细再听一下，聆听。好，请过聆听。第一版，干你娘欸，包庇啊，我来吧。包开。我也包。龙啊！嗯，那换我。有吗？你有过吗？这是什么？聆听，聆听，聆听。应该是。有。哎呀，我叫了。对呀。有过吗？有。有。好。那等一下，你也看。文岛同学。他比较听力比较好，他听到从舞台方向好像有些微的笑声还是人的声音，所以他就往那个方向看过去，那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很开心的男生的头颅在那里漂浮着。好，谢谢，请帮我过神 check。过了，看跟死鱼眼一样纹风不动。对，那好，那哎，全部人都甩哈、啊？哎，不用，看他自己过就好。哦哦哦，除非他要叫你们看。哦、oh, ，所以只有他看到。只有他看到，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你看到什么就好？我看到一颗，只有他注意到。看到一颗头哎、欸！啊，这个情报的都要过啊！知道这个情报的都要过先 check。那我有什么都听不到啊。选择性耳聋，什么都听不到，什么都听不到。你怎么好像很听？没有啊，可是我刚刚甩过了、啊。因为我其实你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件事的话，可以不用甩哦。对，除非他跟你们讲，他说：“哎、欸，看那么一个头，哇，强迫。”我还是不要，强迫中奖。那我还是不要讲好了。好，那就只有你需要过。好，那无事发生，你可能就是对这种事情比较没感觉，所以当中没有看到，当中没有看到。对，你怎么了？你听到什么东西？没事，没事。可是我们要在这边调查那个呢，你很委屈。只有那个篮球啊，这样不太有办法那个啊，没有办法回去交差，到时候他又要再找我们再来一次。到底要多细啊，就是他有说要调查出有什么结果还是什么的吗？好，跳出来，因为只要有目击到就可以了，只要有看到就可以。哦、所以我有看到那个球，我就可以交代了，是吗？对，或者你们需要记录下来啊，拍照啊，都是可以。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要、哦啊、到拍照的、啊。我的手机应该还在吧？我拍一下那个球，拍然后回去跟他交代。对，你们啊，我有都在啊。那个，那我拍一下，。有钱，咔嚓，你拿手机拍一下那颗啊。拍我拍球，拍球。拍照的话也要帮我过一下那个是哦，一滴一百，哎、欸，等一下，我拍头，我不要，你要不要拍头啊？你不要，拍一下，你看到什么就拍一下，不用跟我们讲，记不住。拍拍成功，拍，拍，我那个球360度通通拍一遍，好 ，OK。欸，所以我这样有要记大成功吗？还是什么？大成功啊，大成功可以记、哦啊。好，对啊。好，那体育馆这边还有要做什么吗？欸，
还是你要过去看看？直接出门？你看到什么？你要不要过去看看？我想回家了，这里不干净。这里不干净。我还有家也要继承。哦，对，你家有钱，你不能，你不能。嗯，但是这样，不对，我们反正他在一楼嘛，我们如果有什么事，最后再回来再看的。我们要不要去其他一个地方？好啊，这样反正已经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去家政啊，直接撤开，怕啦。工作室会有什么？应该是，我也不知道。家政教室没有厕所，没有花子，没有钢琴。那看起来没有那个，应该也不会在家政。不过倒是可以在这边看看一看啊，主看看楼梯，可能是避难所，观察一下。我们走到了家政教室，好，那就看一下有什么吧。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观察。来一个侦查。你们是要进入家政教室，还是在门口？在门口先观察一下。好，请过，看谁要过侦查。哎，我来。41过。好，那本田同学在家政教室的门口稍微观察一下，然后试图转动门把。但发现家政教室是锁起来的，就没办法进去。哦，我说，有本田，有人有请问哪位高中生同学有开锁吗？有开锁吗？感觉那个兄弟仔可能会有。兄弟仔，你会吗？哎，高金。那没有那我们下个地方吧。还是不行，那个是破坏了。大爷们力气大的，直接把门拆了。不可以破坏公物，看我明天还要上课。对，我明天还要上课哦。不是啊，我可以把玻璃打破啊，然后钻进去啊。跟你说明天我不会跟老师讲说是谁打破的，我不知道。对啊，就说那个体育系的昨天有人把这边打破就好了。体育系昨天有个谁不知道谁把篮球丢出来，你他妈我就体育系的，你想干嘛？真大昨天他妈就体育系的，真大昨天打球的时候我已经把他打破了，对不对？合理吧？冷静，不要了，不要，我们先走走。还是我可以去拿那个篮球，然后把家政教室的窗户丢破，那就更确实是体育系的。不用啦，我们走楼梯啦哈。啊，走楼梯啊！我有预感，一会会有了。有人要数一下楼吗？他说什么13楼梯？好，大家一起数。我看那个本田同学很有前途，本田去数的。我不要。好，所以是谁要数楼梯？我不要。不能这样，我刚刚已经转过教室的门把了，你们不能这样子。我也不行。是谁要数楼梯？而且你那么拽，你可以吧？我跟吴导刚刚两个人都已经有做事了，然后有鼓也有拍照了，你们两个上来。高金啊，高金啊，我数。所以好你们现在也是一群人来到了家政教室旁边的这个楼梯。对啊，楼梯是这个样子的。阿林尼啊！妈耶！为什么可以这么难呢？好吗？我想回家。妈妈，回家。那大家都同时想起了那个关于13阶楼梯的这个校园传说。那你们印象中的内容是，只要一步一步的数着楼梯往上走的话，第13阶楼梯就会出现。所以是谁要打头阵来数这个楼梯，是不是真的会出现第13阶呢？所以楼梯原本没有高金生一郎要来数楼梯，对吧？对。好，那刚刚在体育馆被吓到差点夺门而出的高金生一郎同学，觉得实在太丢脸了，他想要在这里扳回一城，所以他自告奋勇，就是第一个踏上这个楼梯，然后他开始从一开始数，然后慢慢往上走。在楼梯下面，就在他数到12的
的时候，发现真的多出一阶楼梯。啊，再见。他觉得他本来不以为意，觉得说那可能原本就是13阶啊，谁有认真数过楼梯呢？谁知道原本就是12，说不定这原本就是13，所以他非常不以为意的踏上去了这个第13阶哈。那在踏上去的瞬间，从地板上伸出无数苍白的手，非常用力的抓住了踏上去的高金生一郎的脚。那你请你帮我过一个一滴三。这件事我们知道吗？你们有看到？在我们的眼前发生的。一滴三是所有人都骰吗？没有没有，高金同学高金生一郎过一滴三。好，那你把你的血就是 HP 减三。那其他人看到这一幕的所有同学，请过一个 send check。一滴一百，哇靠！我靠！哇，要吓烂了！我也吓死了！同学你好吗？九八加满，我也爆了！哇，那除了流骨空音之外，其他人全部都被这超多的手吓晕了。对，有骨空音同学可能因为站的因为太矮了，没有我太矮，我看不到，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没有看得那么清楚，我前面太多大男挡住我了。对，他站在一堆大男后面，所以他没有看得很清楚。那前面站在前面的这些大男都吓半死哦！我你怎么了？怎么了？对，请大家再过个一滴三。我只有四六八十，塞那个指令，打指令三对。指令，没错。那最后面的第三指令，所以我还要再塞个第三。对你也要。你那个不用，高金生一郎不用。哪里啊？哦，第三指令，你塞骰子旁边的第三指令。然后他是要选哪一个？是要扣？你就打一 D 三呢，在里面。打字写一 D 三这样啊？对啊，然后旁边有个骰子。哎呦，有哎、欸。对，因为你们骰子，你们骰子没过嘛，这个是扣你们骰子的。所以都是、okay. 对，就把它扣掉就好。二，好，那正在被这些手抓住的这个高金生一郎同学，你打算怎么做呢？我自己已经被抓住了。对你，你的右脚被抓住了，只有右脚而已。其他的手也跃跃欲试，想要来抓你的左脚。又快跑啊！快下来呀、啊！这样我有办法闪避吗？嗯，已经不能闪避了哈，应该不是，应该闪不掉。财报他们，财报他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要先闪，你闪了之后，我会再跟上了。所以你要踩这些手是吗？对啊，我吗？好，那请你过一个，没有那個、被抓住的人就好，对，被抓的人就好。你们其他人都没事，你们都在楼梯下面，没有，就是看着这样。对，要死掉，我看你表演。我还看不到，我在后面探头。对对对，你们其他人都无事，都没事哈。那你过，帮我过一个幸运。幸运是多少来着？一滴一百。他的幸运没有数字哎、欸。没有。你忘了填你的幸运。三滴六乘五的结果。现塞一个。对，你忘了填你的幸运。我真有填，奇怪。好、哦，完蛋了！嗯、十六四，好，没过，没过，只有二十，没过的话，那你现在很倒霉，你没有挣脱这些手，那你的左脚也被这些苍白的手抓住了，你整个人都快要站不稳了。那其他人要救他吗？救啊，救啊！等一下，欸，幸运为什么我幸运弄起来只有65，只有12啊？你没有乘5吧？3D6是哪一个数字乘5啊？3D6乘5啊？你就甩一个 3D6 然后甩 3D6 啊？哦，白痴！笑死！欸，3D， 等一下啊，3D6，我甩一个9。九五，没有，你不是这样骰啊，你是啊也行啊，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啊，5153这样子啊，95 45啊， okay. 你就填在45啊，你那个档案那边，我就是不怎么倒，不怎么那个的人呢、啊，
好，那你再过帮我过一个幸运。我吗？对、欸。好，拼了啦。哇，你还真的蛮倒霉的。本田中同学原本很想要，就是勇敢的上去拯救，拯救这个高金生一郎，但结果他才踏了一阶，看到那些挥舞的手，他就吓到动不了了。看，难道不能用力量解决吗？好的，然后我来放一下，我试试看。我为什么要向前屈服？我为什么要让这位这个真大同学，他看到本田中在那边踌躇不前，本来想说，切，怎么这么胆小，真是受不了你。那我去救他啦，他所以他就是想要一个箭步冲上楼梯，就没踩稳，因为太黑了，他直接滑倒，摔了个狗吃屎。你还好吗？本田中同学，不是我，不是你，是真大。对，真大同学就是直接一个趴机就摔在那个地板上。那你各位可以看一下柯以安的机会哈，真无极了，我的反应。你就我想一下，你过一滴三好了，你这不行。有九十九，打失败。Yeah. 好，那你扣你的 HP。啊，算你运气好。对，就是撞到头。我怎么就管不住我的手？对，你是真大同学有点擦伤了，然后暂时没办法行动。真无极了，抱着他的腿。我继续去吧。阴阴阴的哭，阴阴的哭，哭的好难听啊。去啊，是要救他吗？高金生一郎已经快要被抓到腰部了，他已经快要站不住了。快点，快点，乌鸡！好，那我也来救乌鸡。因为现在柳谷没办法那个哈，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没问题。你看，你看，你们又在门口摔了一排，我看不到。第一排，算了。我们都倒下来还看不到，有够吗？完了，这是搞什么？几位朋友，幸运，幸运，幸运，哎、欸，没有。你们要失去一位朋友。吴奇同学觉得这楼梯上的情况非常危险，所以他想一想，他还是决定不要上去。想想自己的家业，还是选择不要。对，那这时候只剩下柳谷空音，他原本还没看清楚发生什么事。请问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吗？他们都倒了，你看得到？快点，你去救他，有东西抓他的手。抓他的脚，其他他刚刚看到，但他现在你们全部都倒了，他看到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觉得他也倒得一清二楚。对，柳谷同学也不敢上去。哇，你只能靠自己了。再见了，高君，我可以高君再见。再，因为已经过了一轮了，那你再帮我过一次幸运。太扯了，再会。十六、过了。哇！高金星阳看了底下这个伤的伤，然后怕的怕，没有人敢上来。但是完了，我还是得靠我自己。然后这时候他逞凶斗狠的本能就浮现出来，所以他就是非常用力的挣脱了一边的手之后呢，他就开始用他自由的那只脚来了一个就是乱踩，他把他周边所有的手都踩过一次。那这些手突然就消失了，那你也重新恢复了自由。干，差一点。干，你还好吗？出师不利，要不要回家？我很抱歉。我要不要回家？我一下子，我突然间没有成功，我也滑了一下，没有第一时间上去。你还好吗？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啊？那是什么啊？超级马后炮，真的。不然能怎么办嘛？他有扣血吗？有啊，他一开始有扣血。啊，扣血是不是？干，你还好吗？你有没有需要帮你干包扎一下？没事，不要，不需要。干有生气呢？这真的可以帮你包扎一下。我觉得比较需要包扎的应该是那个摔倒的吧。摔倒的，那个只能怪自己笨了、啊。哦，你好。嗯，好 ，OK， 那你接下来要。
去哪里呢？那我们就是我们追我们上去了吗？是吗？还是怎样？我们这个地方要怎么记录、啊？而且先试踩一下。哎、欸，我们没有拍照哎、欸，干、啊。对啊，刚刚那怎么样？刚刚那个。哎、欸，再踩一次，高经理就再踩一次就可以了。啊、那我还是因为基于我是一个喜欢记录我生活的人，我还是把这个楼梯拍起来。欸、那个高金生一郎同学，你可以在上面摆个 pose。好过分！好过分！拍我的脚吗？应该有抓痕吧？对啊，你可以把你的手，好了，把手跟脚都露出来给他拍一下，被抓了不怎么你可以吗？一二三，好，好哦。拍摄是不是要骰啊？啊，对，来这边可以不用了，这边可以不用，这边不用。啊，下一次，下一次，来到了二楼，但感觉在玩《登的树林》。好，你们已经到二楼了，是地上的那个被你们搀扶着，然后移动到了二楼。对，我了。我开门吧。对，你们现在是对我侦查吗？我侦查好了。美术教室，你们一行人就是来到美术教室前面。那美术系，你们一站到其实美术教室前面有一幅画哈，是这样子。干嘞！啊，没看到、欸，没看到、欸。等一下，我先喊。靠腰，可以。好像也还行，还行，还可以。所以他是在门，我们站的那个门外面的这样两边这样子。你们就是在门口，这个我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美术室的门也是锁着的，无法进入。哦，好，那我可以把画摘下来哦。可以看一下那个画吗？还是怎样？嗯，可以看，因为它就是贴在那边，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夜晚的时候，我们现在算是夜晚。那有需要侦查吗？对啊，侦查那个门。查那个画吧，真一下，那我查一下哦。好，好，有过。那你仔细的查看的那幅画，这幅画叫做就是跳舞的女人，然后很普通的一幅画，没有任何动静。嗯。嗯，那是还不够玩吗？那可能是哦，那我们要不要上去下一关？可能哦，这可能是有些条件。好哦。那有人还要走楼梯吗？他可以已经只有一个楼梯了吧？对，楼梯可以。所以对他使用图书馆吗？可以。请过。好，试试看。哇哇，连你、啊、你的图书馆，哇，头好痛。那我用图书馆，学太多东西了，看书看到头爆炸。等一下、哦，等一下，你刚刚是爆炸对不对？我爆了。本田中同学想要对这幅画使用，就是他这个微博的这个一些美术史的知识，结果在他凑近的时候。他那个距离感突然出现一点问题，他这一头撞在那个美术教室的门上。好笨啊！看得真仔细，你太笨。那请你帮我一比三。完了，我觉得我会撞得很痛。真的三。好一，还好，扣一滴。那就扣一下你的 HP。物极嘞，物极可以。然后文岛同学比较有一些那个，我操，这些知识基础哈，所以他看得出来这幅画是一幅油画。没了吗？没有别的，没有别的特别了。再来没东西，我们去数楼梯、嗯。不用再数楼梯了。他的人数三个人。这是一幅名画吗？不是吧，这也不就是随便的一幅画、嗯。对，就是一幅画，不知道是谁画的。他那个时候是怎么说来着？半夜的夜晚的时候。对啊，可能还没够，还不够晚吧。现在看手机是几点了？先去别的地方吧。对，我们有身上的东西吗？有，你们的随身物品都在。那可以看一下现在是几点吗？
可以啊，现在大概是11:45。哦，好，那是午后。那对啊，半夜。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再等一下、啊？差不多半夜，感觉是12吧。那就先去别的地方走走吧。去，他会不会错过刚好的时间？应该不会的。嗯，那还是去上面。对，先去上面。你们要往楼上移动，那就要去哪里？高丁，我 OK 的，高丁。虽然我是觉得，感觉好像12:00的时候应该在这边看一下，但我不敢自己留在这里。那这样就好了，本田留在这边，我们走吧。你给我留下来，你给我留下来。看见没有？我又不是我要看。而且如果他没有标明是12:10的话，因为他说半夜嘛。他说晚夜晚啊，现在没有、哦。我觉得他不会跳一阵子啊，他只跳一下了。好吧，那不然你留下来嘛，安全一点，稳妥一点。我会怕啊，我不敢啊。不然我跟你留下来。不然我跟你留下来。下一个地方要去哪呢？好好好。嗯，那他们两个留下来。那好，所以本田要留在美术教室是吗？那我们其他人。那去其他人音乐吗？去音乐吧，因为他如果校内广播没有出声音，然后我们应该也不用去广播室。嗯，那我们去音乐。音乐教室。好，在你们到达3楼的时候呢，你们突然听到。校内广播响起了，被打脸。走啦走啦，他妈的！请全员闪一个聆听，请大家。我要过去揍死他！我挂。爸，怎么有人爆炸？有人直接耳鸣呢？不是耳鸣啊，不对，你也要聆听，对。是谁？到我旁边的朋友，灯大有两个过了，我也过了。好，就是有过的人，你们都听到一阵若有似无的少女的哭泣声在广播里面传出来啊。那有股空音，看大家好像都有听到什么，也竖起耳朵想要仔细听，结果莫名其妙觉得头很痛。那请帮我过一个第三。第三怎么骰啊？要在直骰指令那边自己打字，一滴三这样。哦，开。二。OK， 那你帮我扣掉你的 HP。好痛。那这个广播就这样一直在播，他没有停下来，就一直哭哦，广播着，对，他一直在，你们一直听到这个少女一直在哭。OK， 那现在时间几点？接下来你们要去哪呢？那我们先去，没听到去广播室吧。他才过了，我们是3楼而已吧？对，才过了2-3分钟而已。我旁边的同学有听到什么吗？有啊，这哭声呢，女生的哭声呢。为什么会用广播在那边哭啊？傻小，那要去看看吗？所以你们要上去看他们有没有出事情吧？我头有点痛。那你还好吗？你有没有需要急救一下？哎呀，不用不用，还行。看，翻头进去吧。我在那边就先喊他们。喂，你有没有事啊？所以现在是两个人去广播室，两个人去，那是哪里？音乐教室吗？对，他们已经进去，你们已经进去了吗？我们已经在音乐教室里面。那、你们有没有啊？我已经跑上来3楼，在那喊你们，你们没有人要出来回应一下？我在想要分开，要分开吗？分开要分频道吗？啊？里面的有没有频道吗？出来啊？还是去跟他们说啊？还是去跟他们说刚刚广播室的声音？有没有要去看一下？对，看你们要不要分头进行。如果要分头，我考虑一下要不要拆频道。你要分头吗？先问你们啊。Hello， 我们跑过来了。嘿，那个声音听不见，
听说刚刚声音有啊，有听到，要去看看看吗？你们在研究所看到什么了吗？还我们应该在门外吧？我们还没进去。哦，你们在门外，那出来，三分钟而已，上去都还没有开门而已，开门都没有判定，都给出来。那要死一起死。那嗯，干，先把音乐教室放一边啦、啊。那个声音很明显，都广播室出来啊！半夜怎么会有女生在学校哭，还在广播室里面哭？你不要骗我了，好不好？我要一看到女生就那么兴奋了吗？不是，你他妈闭嘴！你是不会怕哦、喔。那要去看看，恐怖的去啊，去啊，去！好，那你们全员都决定前往广播室。那越靠近广播室呢，就感觉那个哭声越来越清晰了。全员请过一个 sand check。sand check 是多少来的？100。应该都有过哈。50、50、21、53过。都有了，应该都有。哎、欸，有人的 sand 只有48，是这样。我谁是48？啊，我就衰啊！大同学只有48，啊、没事，但你也过了。那、啊、因为刚刚你们就已经一直在听着这个广播，所以就觉得还好，所以不用扣扇子。哎、欸，那，哎、欸，你们现在进去广播室吗？先关，侦查一下。先侦查吧。不用侦查，就是转动门把门是可以开的。就看你要不要进去侦查一下，可以聆听看看吗？开吧，啊，聆听，就是只有广播的声音。哦，所以他还在讲，我、哦、还在哭，就是、一直哭了。来，那就进去啊，等到我打，也进去。好。那进入广播室之后呢，就是广播设备是亮着的，但是里面好像没有人。那你们要做什么动作吗？他没有人的同时他还在哭哦。对，设备是有在运作中的。侦查设备。侦查。好的。那曾大同学他眼尖的发现角落有一点不太对劲。靠近一看，发现广播室的角落有一大滩血。角落啊，只有他看到吗？就是他自己过去看。对啊，好，对，你会发现广播室角落有一大滩的血水，然后在血水上是一个短头发、只有上半身的少女，双手捂脸哭泣。请你帮我过一个圣血。啊，那么凶一定过不了。看你看，好，欸、大失败。曾大同学看到这一幕，只有上半身的少女吓到快要屁滚尿流了，就是他只是往后一个大倒退，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然后同时就是下半身一直在尖叫。那请你再帮我尖叫，帮我甩个1d8，八，对，三，好，是扣线吗？你的扣线，扣线，嗯，然后那个。思考给你异常状态，可是我找不到那个异常状态的那个量表。你找。张姐，你有那个异常状态的表吗？要找一下特殊东西。好，等我一下。有存。我找一下。好的，我也。听说应该有播过吧？对。有一滴屎的，我是用20。你那么凶用20？就是它分的比较细啊。我找一下，我找。尖啊！我 DC 直接丢给你。OK。好，职业刚是3嘛，我就不让你再塞一次了。你就、哦、好。你现在陷入了一种有点暴力倾向。好嘿，那肌肉棒开扁，你对周遭的这个存在的任何人都开始存在了一种
就是攻有攻击冲动啊，他想揍我，真的本田，我看一下现在离你近，现在离你最近的是、欸、你为什么在外面？你不是在里面吗？你移动一下，放在这个角落哈。哎、欸，对，其他人也帮我，就是我把你们拉进去好了。那现在离你最近的人是高金生一郎，你直接看到他，你就立刻涌起想要跟他打架的冲动。高金决斗了，对，然后你一个箭步冲上去，然后高金生一郎也毫无准备，所以你就朝他挥拳。那高金生一郎要做出什么反应呢？闪避。好，请过闪避。是要那个闪避的指令吗？诶，是吗？诶，不用了，人的话应该不用。那你的战斗规则是什么？那个是比较细的，你也可以简单一点的。我觉得简单一点就好了，就是直接过那个失明节，就过你的闪避就可以。哦，十一看来是过了。你的闪躲有55，对吧？对。哦，过了。那高进生一郎平常就很常在打架了，就是。虽然这个有点猝不及防，但他还是很快做出反应，所以闪过了真大同学的拳头。那这个真大同学挥拳落空，一个站不稳，又摔在地板上。那你们其他人都退到离他有点距离的地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子。好，那。对，怎样？为什么？我想说他还要讲啊，我停了一下。好，那他暂时在地上就是变爬不起来。那你们其他人还要继续做什么吗？我过去，我往前一步，我看一下高阶有没有事情。往前一步就好。他说：“好，你往前一步的同时，你也发现了在角落的那个。”只有上半身的少女，你过是看到人这样，没关系。51，51，我过吧，我过啊，我63。哎，好，你有过。哇操！对，你想他一定是被什么东西吓到，所以才会这样子。所以往前看一下，对，已经有个心理准备了。就还好，没有太大的反应。什么东西啊？不是吧？对。那我的，你没有被吓成这样。先关心一下高金，你还好吗？你有没有被他打到啊？他先看着我讲话，不要乱看。很乱还是在你？不要乱看，你在引导。不要乱看，不要乱看，不要乱看。这也不太正常。高金生一郎要乱看吗？好奇心，看哪，怕什么？看哪？那我可以去别看真大吗？我要这样子，不能别误会，符合人设。可以啊，你可以，就是高金生一郎觉得这个真大不太对劲啊，那觉得不然干脆把他打晕算了。他看起来还是一脸想要打架的样子，怕他去攻击其他人。所以你决定一拳把他打晕看看，那请你再就过一个，你是什么？我看一下，要过力量还是过？对，好，你过一个力量。过，哇，直接搅昏。好，但我不能反抗哦。可以，你可以过一个闪避。又来了，看过不了。过不了吧？哎、欸，我多少？我60啊。你的闪避是60。哦，那过不了。对，没过。那高金生一郎还在地上挣扎，所以没能躲过这个拳头，被扎扎实实砸在脸上。那你就昏过去了，暂时无法行动。可以了，跟随过个一滴三，然后扣掉你的 HP。靠腰。再让我靠呀！完了，这一拳太重了。完了，高精品真的是下手没轻没重，扣好扣满，好痛哦！血两根，把两道流下来。好，那
除了真大跟本田之外，有其他人要对是在做什么事情吗？可以侦查广播设备吗？他们刚刚已经侦查过了，就是侦查了广播设备才会那个的。哦，他不是去看角落。它是过了，广播设备就是普通的广播设备，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它就是在运作中。那反正他们两个看到、欸，那对他们两个有看到运作的原因，你们要不要拍照啊？看你们有没有人要再去，我要拍照吗？拍照、啊，我看我要跟他们讲吗？我跟他们讲好了。对啊，好，讲一下。直接拍照的、啊，就大家冷静，听我说一下，你们，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间发病，然后为什么那个地方会响。可以的话，我想你们就拍照就好了，拍那广播设备就好了。好，拍那广播设备就好了，真的。好，够了，我看了。看，你确定？不是，我有个疑问。那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发狂？你还让高进去打我？他就不听不劝不住啊！妈的，你有劝吗？你根本就没有在劝，你是死囚吧？直接就先往你干涉你们的自由意志哦！你们要干嘛就干嘛，就反叛逆犬啊！请问我这样算，我有知道这件事了吗？还是我没有不算？你还没看到？没，那我拍，就是、那我拍。所以拍了就可以了吗？所以文导同学要对拍什么东西？我拍那个东西啊，因为我去看了。你有去看？对啊，那你要先载那个了。我要先过优先权。哦，那你有过？对，你过了。好，那因为前面已经有两个人出现异常状况，你想角落本来就不太对劲，所以当你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也没什么反应。那你现在对他拍照吗？对。好，那请你帮我过个拍摄。哇，还有拍摄哦！来好，哎呦，我大成功，大成功，超级清晰，猛哎、欸！哇哦，你这个可以去参赛呢。你知道他摄影只有五吗？你还敢去探哦？那也是蛮猛的。好，那你对着角落的东西拍了一张照片。那原本在你们视线中，这个哭泣、这个上半身的少女，她是捂着脸在哭的。但文导同学拍照拍好之后，大家一起就是确认了这个，他自己确认这个照片，发现是里面的少女变成是直直的瞪着镜头。那你们有其他人？对，那你需要过一个 send check。十二过了，好有过了过好那你这张照片就是目前只有你看到，好，那广播室你们还要做什么吗？要看任务完成没有？对啊，我就跟他们说任务完成了，可以走了。我还在运是不是？我要运到九。那高进生源要不要把他抬起来？我可以把人在原地。好。我靠！这么记仇？好了，我把他 carry 起来了，我拉着他一边的手，然后把他先把他带出去那个，带出去那个广播室。好，那你们离开了广播室。那接下来要去哪里呢？我们要什么时候才可以进？感觉天，这个地方学校本来是这么恐怖的吗？嗯哼。那我们去音乐教室。你们竟然还要去音乐教室啊？有人想回家了。回家。你们不看看现在几点了？哎、欸，对啊，现在的时间呢？所以你们现在到音乐教室的门口了，没有楼梯间这边出了广播室，我们想知道
现在几点？看一下手机，现在几点？好，现在是，我想一下，听出来听到狗叫，笑死！你看我那是我妈，我妈在跟狗聊天吗？现在是11:55，还没到。对啊，还有五分钟。五分钟能解决音乐教室？可以解决我们吗？也是可以啊。还是我们就……但现在政大的那个状态也还没好。我什么时候好？我问了好几次，我几回？我离你。对，他是几回合？我离你远一点。KP 应该把我当粉丝掉了吧 ？KP， 你还在广播室啊？你们现在是要进音乐教室吗？我们那个真大是不是要醒？我想问，我什么时候会醒？你选择性忽视他哎、欸嗯。好啊，你已经你可以恢复正常了啦，已经结束了。大家好。大家好。好，那你们现在是在音乐教室的门口、哦、对吗？对。好，那你们要做什么呢？五分钟，要不要分头行事？还是可以、啊，还是我先下去美术教室看一下啦，我就去门口看一下那个画是不是真的在开始在动了。我觉得感觉应该会。有人要跟我来吗？我说你先。又先冲回来，哎，要跟我下去看一下吗？啊，我给你看，我给你下去了。好好好，那整大就拜托你们了。如果压不住的话，再打整大你们了。好，你们到美术教室前面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那幅画还是跟之前一样。还没十二点吗？还是已经？现在不是55吗？哎、欸，你等五分钟是不是？还是直接先进去音乐教室？我们进去音乐教室就好了。嗯，啊，这么快要上去了？现在还没有，没有东西啊？对啊，不是没有东西吗？现在才55呢。哦，嗯、那。你们要继续行动才会有时间才会推进呢、啊，还是高进声音了？你在下面的话是的，你在下面抽根烟，那我们先去音乐教室。那我直接去女厕抽一根。哇，那里要打架、欸，你要自己跟前面抽烟也是可以。那啊，没关系啊，反正先解决音乐教室吧。对啊。那就先一起进音乐教室好了。都全部来了。那你们在音乐教室的门口冲进去了？哎哎哎哎，谁冲进去？烟瘾破门而入。好，你们在门口要对音乐教室做什么吗？门是关着。侦查。有窗户吗？侦查吗？过。本田同学稍微观察一下，发现门口听起来很普通，就看起来很普通，就是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隐隐约约好像可以听得到什么动静。哎呦，那门口没有锁吗？啊，不是，是在扫。你要不要说话？你把麦关掉，我们没办法听到你说话的门。哦，难怪啊！这是猜什么？有老布刚过来，我是聆听失败了。好，聆听失败，还有人要尝试吗？可以直接开门吗？可以。敢高进，哎呦，越来越猛了，还越来越不爽了。他觉得一开始那个位置太丢脸了。那所以高进神一郎要直接开门进去吗？对，直接开门。好。那他自告奋勇就觉得你们这群人在婆婆妈妈什么东西啊？所以勇敢，直接
直接把门给踹开。那他第一个看到在音乐教室里面的就是一片黑，然后窗户边的钢琴，钢琴有那边有一个人。那等一下啊，坐在钢琴前面，然后背影看起来是像枯枝一般纤细，非常干瘦的一个女生，然后皮肤有点发灰，然后长头发，她坐在那里弹着钢琴。她会像我们认识的那干破啊，你鸟不乖掉？好呀，蛮好，还可以，还可以。她是我们印象中那个同学的样子吗？不是，你们没有人看到他长什么样子，就是你们目前都还没有看到。外观的感觉。高清声音让他先看到，那请你帮我过一个神 check。他在你看到他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干枯的女生，然后在那里摇头晃脑的弹钢琴。有过的话，帮我扣，就是帮我扣一，因为你已经明显的认识到那不是，绝对不是人哈。高清，你看到什么？高清，好的，那。你要继续做什么动作吗？走过去跟他说话，去跟他说话。然后已经作死了，我敢吃。好，那高金生一郎决定直接走过去跟他说话，太勇敢了吧？那你走到了钢琴旁边，那你要跟对他说什么？我跟他说什么？几点了？来谈。不算是，明天不用上班，是吧？吵不吵啊？哪有人在大半夜练琴的、啊？弹得好听就算了。那你是鬼？你不用上班，我们要。那你决定要对他说什么了吗？请问一峰，先问他是谁。Hello， 真美。好，在你跟这个。在你跟这个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存在搭话的同时呢，他一瞬间转头面向了你，你发现这个女性没有眼球，她眼睛是两个黑洞，而且还从里面流出了鲜血。那请你再给我一个神奇感，素仪哦。哦，打成功了。好，打成功。那你刚刚就已经知道这不是人了，所以也没有太被这个吓到。那你现就是这个女生呢，她发现了你之后，嘴角也慢慢浮现出诡异，但是带有就是诡异又带有恶意的笑容。然后她站起来，朝着你走了过来。你再过一次这句话，这么多次啊！够了。好，那圣子帮我扣一，因为你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居然还具有攻。攻击性，所以这边就帮我在限制扣一。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呢？啊，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你要自己上，还是要喊我们？还是喊我们一起打之类的？啊，这边促进战斗，拍照了，打什么？拍照是？来拍照，拍照，打架的，拍照交给我，不是打架的。那所以其他人是也要进来音乐教室了吗？进来，进来！我看到里面有那么大的，我进来了。我看到听到那么大的动静，我已经进来看一下。进来，然后并且看到这个场面的人，请帮我过审。这个干你娘嘞！本田中你干嘛？我过啊，好。本田中同学，你帮我再过个1D3。好，请扣你的线，啊、请扣你的线值。那真大没有，就是没有被吓到。他刚刚已经看过更恐怖的东西了。明明我也有看到嘛，妈的！那他有身体啊，我刚刚看那个没有。他刚从那个混乱状态恢复过来，现在还是神经很大条的。那我还在生气，为什么他揍我？怎么高进要揍我？他现在愤怒大于恐惧。你没错。好，我被吓到。你们接下来就不能参加了。我拍照试试看吧。我还可以行动吗？好，那可以，可以。等一下，你是他有状态吧？你是大失败对吧？那你在你刚刚那个，你再帮我过个1D3好了。
多少？三。好，你也是进入一个暴力狂状态。那怎么只有一 D 三？你不是有一 D 二十吗？朋友，不要搞、欸。没问题，你说的对。为什么我一直过？为什么叫你过 D 三？对啊，我脑子打结。好，你帮我过十一 D 十一 D 十，对不起。啊，对不起。不用每周被揍哎、欸。哇，没有比较好。没事啊，他那个状态而已。好，那你现在陷入极端恐惧的状态，就是你看到这个就是眼睛，对，没有眼睛还眼睛的两个黑洞还流血的女鬼，被吓到整个连滚带爬爬出音乐教室，然后瘫在那边没办法动。啊，我本来想要帮忙的，嗯，好，那现在其他人要看吗？做什么？在学校里面整个会有这种东西？其他人要看吗？我先不看了。就是那个运气，运气 CD 要缓一下。还有监狱的女鬼，你们进去帮帮他。失败了，要找人进来拍的。我可以自己拍。那还能有谁？就是拍的要拍照吗？有，你给他拍个近照啊。我听。那我现在干嘛？没有，看高精能不能自己拍吧。如果他能自己拍，好，没有没有，没拍到。那你们要找一遍，这还是看理智还是看什么？女鬼距离高金生一郎越来越近。没有，他要看摄影，就要我看摄影啊、哦、啊！我拍了。你好、哦，拍到了、哦，成功拍到了。快看这个高金生一郎被女鬼追着的画面。那高金生一郎要做什么呢？他现在是好、啊、要攻击我。他就是一直在靠近你，那你要做什么？嗯，亲他，你有亲过女生吗？还是你要揍他？哇，又要揍他！女鬼有什么可怕的？他好歹也是个女的。啊、我想看我这里看这个可能是性癖战胜恐惧。没错，性癖战胜恐惧。他看起来不错啊，如果我衣服白的话很瘦哎、欸，他起码不会胖啊。你说什么？他又白又瘦哎、欸，肤白貌美，就只有一条钢琴吗？什么？你讲钢琴杂就是音乐哎、欸，可以先大家讲完吗？音乐教室里面有，就是他的传说，就是会自己演奏的钢琴，所以其他没有什么可以调查的。那离开教室吧。好，嗯，选择离开，那你就离开教室。那我先跑到门口，他会一直跟过来吗？对，他就跟着你到门口。他跟你但是在你踏出教室的瞬间，你发现女鬼跟到门口之后，他似乎没有办法出来，他就直接在门口那里站着，然后慢慢的消失了。那隔着门口亲他，消失了。OK， 那。接下来呢？你们要还有一个人吓得半死在地。对，我们出来，他才在里面。没有没有，他没有他爬出去了，他已经爬出去了。嗯，可惜。哇！那他要傻死了。我们现在还在极端恐惧，胡言乱语。那我们要不要下去啊？应该十二点后了吧？对啊，这样应该摸一摸已经十二点。那我们回到了美术教室的门口，全部人都下去了吗？对，我找人扛一下那个本田。大家回到美术教室门口，发现刚刚看明明完全没有动静的画作，现在画中的人物正在满意笑容跳着舞。那请大家都过一个声音。好喂。好像很嗨耶！本田，我们都在甩本田，受不了了。我过了，我过了。那是多少？过了。所以有人爆吗？我啊，你又爆了。没有他没过，他没小爆小爆，没过。OK， 那你帮我设置破音，其他人没事。因为这幅画就只是看起来还蛮开心的在跳舞而已，所以其他人刚刚已经见识过大场面了，就没事发生。那拍下来，对，本田同学可能还在恐惧状态中，所以
帮我圣旨扣一。谁？你。你呀、啊。我已经扣了。好、啊、，OK。那要拍照可以拍了。好了，要甩吗？其实可以不用。好，拍好了。好，要拍要过甩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讲。好哦。好。那接下来你们要去哪里？我想问一下，那美术教室里面现在还有锁吗？美术教室就锁着，进不去。都进不去、哦。那我的话做侦查也没用。抓住就这样了吧，是吗？我有恢复了吗？他说会、教室前的画作会跳舞吧。那应该跟里面没有关系。我们过五个，剩两个，剩厕所跟骨骼都在四楼吧。你知道学校的厕所多可怕吗？对啊，厕所感觉。学校厕所多可怕。学校的厕所很可怕、欸，都是一些脏，就是很脏，大家都不清理好。女生都没有什么卫生，不要太那个。对对对，那个卫生比鬼还可怕。对啊，一进去超丑，那鬼还……我们要去哪呢？上去吧，上去还是要上去啊？好，崩。那本田要什么时候才可以醒来？我是醒的，但是恐慌就是去好啦，经过美术教室算一个回合，那他就让他恢复正常好了。回来了，好，OK。你话都会痛。好，我们都上四楼了。女厕、你们要先去哪一个？感觉都很可怕、欸都是人，妈，四楼一定最可怕的。我现在起不敢自己走了，我要去女厕。你很执着，你想去抽烟？去女厕？那你想先进去吗？我不会告诉大家你进女厕的。好，让你自己进去了。所以谁进了女厕？高金，只有他进去吗？啊、高金是因为想要抽根烟哦，所以他自己一个人走进了女厕。那大家在外面等他，他怎么那么勇敢？哇，是推特哎、欸！哇，推特，超恐怖的。你就一边抽烟一边待在这个全黑的厕所，只有窗外透进来的一点点光线。那我可以一边抽烟一边侦查吗？可以啊，可以。可以。那天有没有留下来的小女生？有过吗？我看一下，我剩差多少？55，你没过。哎、欸，你老点血，好，没事，算第一个。哎、欸，不对，你是，哦，你刚刚是三十六四，我老点血了。哦，好，那第一下，第一下为准了，64，你没过，那你就一边抽烟一边环顾厕所，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那还有其他人要进来吗？有没有人突然想上厕所之类的？我不喜欢烟味。我啦，我是上厕所了。他抽完烟的脚。曾大同学，顺便找个机会报复一下高进了。曾大同学，曾大同学是突然很想进去找这个高进生一郎麻烦的，所以他就走进了女厕。那你走进了，我先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好，过正常。过啊！你不要在厕所跟他打。那你进到厕所看到，就先观察一下环境，就是你发现，在最里面那一间厕所门上贴着故障钟、那请你帮我过一个灵感。灵感是没过，是灵感是什么？灵感是55，五十五而已，没过。好，那你想，就是有厕所故障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你没有想起任何东西，你就跑去跟高金生一郎呛瞎了。那你敢不敢要进去啊？那不是说有花子，所以那我可以过灵感，就我看到故障钟，还是我没看到？你没看到？我跟他说啊，我跟他说，你跟他说好，所以你跟高金生一郎说有一间贴着故障钟，那他敢不敢进去看一看啊？那我要过灵感。好，你知道这个情报之后，请帮我过灵感。过了。有，
好，有过。那你突然想起来，就是关于这个故障中最后最里面那一间的厕所，就是大家都有传说，如果你对着这间厕所敲三次门，然后问着说“花子小姐，起完吧”，如果说出这句话的话，就可以见到花子。你突然想起了这个情报，敲去啊！吓你不敢。给你们，可以给你们哈，等一下。嗯，所以高金星人要敲门吗？敲。好用哦。那你敲了三次门。好，你敲了三次门，然后问出了花子小姐，花子小姐一起玩吧。那这时候，你果然就像传说中的一样，你听到了一个女生的声音回答你说。好的，然后这时候你明明没有碰那扇门，但那扇门自动开启了，然后里面也出现了传说中的就是西瓜头的小女孩。哦，就这样，小鸟骚包。哎，这样子，我好脏哦，拉成这样，哇，哇，哇，对准，我真的生不起那个花子，那个马桶比较可怕一点。花子有没有上过？帮我过个，帮我过个先 check， 有过吗？有。好，没有被厕所。比起这个突然出现的花子小姐，你是不是先被这个厕所肮脏程度吓一大跳？所以就甚至扣一而已，甚至扣一。哎，那就是。在你还在被这肮脏程度惊吓的时候，花子突然掐住了你的脖子。那请你帮我过个回避。回避。过。有过 ，OK。很勇。就是你这个埋藏在身体中的这个战斗经验发挥了作用，所以被掐住脖子的瞬间，你很快就挣脱了。那挣脱之后，你就连滚带爬离开了厕所。那花子站在原地，微笑着消失。嗯啊，没有拍到。哎，因为你是唯一一个看到他，然后正面跟他接触的人，所以你看得比较清楚哈。花子在消失的时候，你发现他就是笑容非常诡异，然后手腕或者是露出来的皮肤。部分上面的肉就是一直在腐烂，然后往下掉。那你再帮我过一次才去。哇！我在这种厕所怎么会不腐烂？看、啊，有见过大四面的。对你觉得还是厕所很脏比较可怕，所以不用扣。好，那你就离开了厕所。然后那个他那些肉掉在地上之后，那些肉在地上吗？还是要不见？没有啊，就是消失了，最后就一起消失了。因为你要收集大胆的香。嗯，那还要拍照吗？我想拍照，可是没东西拍了。再进去啊，都可以啊，就是看你们想要拍什么东西。来啊，找两个人进去啊，拍拍。看怎么又跑出来了？啊、你才进去抽烟没有多久，又跑出来，里面是不是又有事啊？嗯你是只是出来看看你还在不在？你身上又有烟味又有屎味，好臭，好臭！到底是遇到什么东西啊？你不要说我们在不在，我还比较担心你不在了嘞。你脖子红红的、欸，怎么了？啊，不对，他没有被炸到。怎么？我觉得，我觉得那个照片拍起来应该很可怕，那个看起来就有味道。那我们还是仿佛闻到了什么？问一下他有没有看到花子啊？你有看到花子吗？知道七个、啊。我有看到。你有看到？他一下就不见了。那你有看到？有怎么样吗？他是看到你害臊，还是你打他？他是看到你害羞。他有冲出来，但是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然后之后。我出来之后他就不见了，那攻击你了吧？那他还在吗？
现在看起来是不在，但是我想再进去看看。那要等凯恩跟他一起进去，给你进去吗？我进去看一下好了。啊，拍个照，拍个照啊！那我们这周的打赢他一个啊，可以。进来可以再侦查一次。门是锁起来吗？那个故障的还有开吗？还是怎样？他就重新关上了啊！啊，那你再开一次，他该不会再出现一次吧？应该会吧？可以试试看啊！你们还要再一次吗？搞定！哎，你有经验。我们准备拿相机拍照了。很爱跟花子玩。再敲一次。玩第二次。花子好，高金。金一郎就是一种心意，金一郎再玩一次。那我在外面等你，我比较没有爱好。但是你要拍照啊，拍照啊，你要拍照。那我在这边门口，我要在第一时间离开。好，整个金一郎又照着记忆中，我堵在门口，这玩法操作方式，然后他又再重复了一次。那也就是像刚刚一样，花子又出现了。那这次可以不用过身 check， 但是他一样掐住你的脖子，而且这次非常快、很准，掐得很稳哦。我要对他使出一个情报。我现在先马上拍照，嘿，拍。先拍照。好。拍完我就撤。好。拍完他命都不重要。好。好，那高金先生现在要怎么办呢？我还是可以闪避吗？好，你可以过闪避。啊，没过，这次真的被抓到了。但是他真的是觉得哇，好大胆子，还敢再来找我玩，所以他抓得非常紧，那你就是挣脱不开。那我这次直接过去，我要来一个格，我要来一个格斗。哦，你要格斗是吧？三，你们对花子很使出一个升龙拳。你们对花子很有过了，那你帮我，我想一下，过个一滴三。我还要扣他血哦。对，好，本田上去挥拳，然后居然打得到，但是好像效果不是非常显著，所以。但是他要把手放开吗？我要拿排球丢他。有花子把手放开了，但是于是花子把目标转向了你，掐住你的脖子。他非常生气的。就是转而掐住了你的脖子。敢那我也要塞一个闪避。好，你请塞三个。三十过。妈的嘞 ，Perry 就是对，是非常经验丰富，就是格斗经验丰富，所以区区一个小女生，你很快就挣脱开了。那你要挣脱了，然后我们可以往外跑了吗？好，就是要打赢他，让路我让路。好，OK， 快点，高清，快跑啊！那就是一样，本田你一样会看到消失花子消失的过程，因为刚刚他身上对就是腐烂的肉就往下扑叽扑叽往下掉。那请你过个身去。我也要吗？高见先生不用，本田要。好，一百嘛，十二过。好，有过。那无事发生，就是比起刚刚的肉搏，你觉得这样还好？还好我平常就在练。对，比起就是直接被抓住，这个还 OK， 所以没事。那你们现在都在厕所外面，那里面那间故障中的门又重新关上。所以照片有拍到？有。他狠狠抓住你脖子的那一刹那，我拍到了。再玩第三次，太棒了！再玩第现在就剩一个。接下来，尼克教室。对，尼克教室。OK， 所以你要进入尼克教室了吗？对，走。有锁吗？进去。进了，进了啦，大风大浪都看过了。那尼克教室内部是其实也是一片黑，然后只有一个紧急逃生的照明在那边。然后以及理科教室里面除了一些
就是实验器材啊，还有蛮多这种就是人体骨骼模型，就像你们平常上课的时候看到的一样，已经是老熟人了。然后此时他们也没有任何反应，就是非常安静的一间教室。传说是他会动，是不是？看一下传说是吗？看他有没有什么特别四处走动的骨骼变化。看，依我们听到这边的话，我先做好架势好了。我觉得他等一下就要开始准备要跟我打架，他一定有问题。那个刘谷，我觉得你的相机，你看你是要用摄影还是什么好了？我觉得他等一下冲过来的不是不可能。好的，直接录影。那我就站在门口拍照咯。直接拍吗？我也不知道。曾大同学，请你蹲下一下，你太高了。哦，拍谁？还是我们就把它调成在走动的样子，然后你拍照就好。啊、反正他们也看。好，我站在门口往里面拍照。作弊啊！拿出我的相机。国色。国色啊？哦，要拍照的话就不可以。好的。打死了！把相机坏掉了。好，那个刘谷在决定，就是因为他进来很久了，最后也没有什么反应。但为了这个香月梦来的校刊报道，他还是决定拍一些照片。就在他按下快门的瞬间。那些本来没有任何动静的骨骼标本突然动起来了，而且你们根本来不及回避。那我看一下是谁离他最近啊？我站不起来。目前在最里面的。哇，你说什么？直接吓到跳楼。目前就是距离骨骼标本最近的是曾大同学与高金星郎，那你们两个人都最先受到袭击，那来帮我过一滴三。你觉得谁好？好，那就帮我扣 HP。然后，同样在教室的另外两个人，应该说在教室里面所有人都帮我过三圈。我还是过一下，虽然我在外面。哇靠！要大成功，沙桥。还有大成功，自己帮我。妈，这是什么？啊，我也爆了！哇，有个大失败啊！我有个下烂大爆。有一个下烂的哈，有那个自己拍的照自己下烂。对，就是，我看一下谁爆炸。曾大跟刘谷两个人爆炸了。好。就是刘武峰是拍照的人，所以在他拍下去的瞬间，他当然也拍到这些东西开始动的这个画面，所以他就是受到非常大的惊吓。那请你帮我过个一滴十，是是是，哎，你的限制，想一下，四。等我一下，看一下。偏执，你现在陷入了非常严重的偏执妄想中，然后你就是觉得好像在黑暗中一直潜伏着非常多的眼睛在窥视着你，然后你的同伴都不可以信任，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可疑，你变成就是非常疑神疑鬼。好，对，你不相信这些人，你一个人就是跑到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啊，可能楼梯或者好、啊，这里哪里躲在楼梯下面，爆头，一直躲在十三层。然后你再帮我过一个一滴六，在十三级，一滴六，嗯，等一下，一滴六，好，然后这个扣掉你的限制，哇，很多哎、欸，在教室里面，我呢，我需要扣多少？你。你也1D6，1D6。啊，我没有大爆哎、欸，你要1D6。对，因为你是限制鉴定没过，只是没有负面状态而已，但也要扣。哇，扣掉。好，
OK， 那教室里面的人，你们就是开始被这些骨骼标本追着跑。那因为他们只是骨头没有肌肉，所以移动速度非常慢，但还是在追着你们跑。那你们现在要做什么呢？格斗，挖回拳，都拍完啊，都可以走、欸、拍完就可以走了，可以走了，把门关起来。对啊，他们应该也出不来。那往后退，我就往后退出理科教室啊，看他们还会不会跟出来。好，你们离开理科教室，然后在外面等了一会，发现这个骨骼标本还是会追着你们出来。那好啊，那他妈的，那我就要使出我的那个，我要使出一个这个格斗，然后、好，有够吗？有，拿使出一个百裂掌。哇，这个他的树，他的面板好好神秘哦。这个他没有耐久值哎、欸，还是我就一个用撞的。你朝他挥拳成功，但是因为他好像没有痛觉，所以倒地之后又再次爬起来，然后继续追着你跑。那我再来一个，我这次要使出关节技，我要扭断他的手。拿完他的脚，好，那你再过一哦，大成功，成功，大成功，自己记一下。好，那你使出了关节技，那对于没有肌肉保护的这个骨骼模型效果卓越，所以后果拔去，有几个啊？所以他折断了，一个。好，那想那么久。他的手脚就被你折断了，那动弹不得，你们就说平常有在练有用，可以离开这个地方。请问我还在楼梯底下吗？废物，我抓起一根骨头，你还在那边，你还在那边边抓起一根骨头啃，我要开始把它丢掉，丢回去教室里面把门关起来。好。你们离开，你们就是把理科教室的这个骨骼标本解决，那所有人都逃出了理科教室。我可以捡一根骨头当武器。我带书包的话就不用，我有一个，我有一个哑铃可以给你。哑铃五公斤哦。好，那你们正在气喘吁吁，被吓得不轻，然后也看到楼梯间，这对你们抱持着非常不信任眼神的刘谷同学。那你们就是已经收集到了七大不可思议，然后正在想说要不要确认一下情报啊，还有照片之类的。那就在这个时候，你们同时想起那个笔记最底下还有一句话：如果遇到七个物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后面看不清楚字的那个情报。正想起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是从学校的你们的天花板传来一些爬行的声音，那不久之后就在窗户外面出现了一些看起来不像是人失踪的东西，他们有灰白色的油腻腻感觉的身体，然后没有眼睛，他们的四肢就像蟾蜍一样，出现了这样子的生物，然后一大群好几只。那他们从窗户爬了进来，然后把你们全部人都抓住了。啊！我还来不及闪避，然后开始跑。你们反应不及，你们还在那个看到这种东西的震惊当中。那请大家帮我过先 check。要死啊！反应啊！55勉强，我大爆，大爆炸！哇，真大同学下烂，但请也过一滴死，一滴死。你们其他人都有过吧？其他人都对啊，其他人都过了。是啊，是，你也跟刘谷一样陷入了超级偏执的状态。那我理智要扣多少？理智，请帮我过一滴三。哦，还没有刚刚扣的多，还好。好，你扣一。好，你们都被这些生物给抓住了，然后被带到学校的屋顶上。我强制把你们移上去哈。
直接提上去了。对，那你们顶上之后呢，就是发现在屋顶上陈列着五只就是这样子的铜牛，叫做法拉利斯的公牛，就是稍微有点这书念比较多的同学就会突然想起来，这叫做这叫做法拉利斯的公牛。书念比较多的同学，好，我努力想一下，我努力想一下。然后你们五个人都被这样，都被那刚刚那些生物困住，然后两手两脚就是被一种仿佛快要把你们折断一般强大的力量给捉住。那此时此刻你们要做什么反应？可以逃跑吗？所以我们现在被刚刚的那个整个抓住就跑。對我们还在被抓住吗？无法，那我们只是被带到哦哦啊。那全我想要全体帮我过幸运好了。好，一百吧。啊，一百啊，没过。二十五，五十一，没过。请问是谁过了？我过了。五十五十算过还是没过？一样的才到五十。一样的话，刚好一样算过。好，那算过。好，干不是干曾大同学，干曾大干曾大同学，你抓着你的那一只怪物，不知道是手滑还是怎样，那一个没抓稳，那。你在挣扎的途中，你就成功从他的钳制中脱出，所以你掉到了地上哈。那其他人就还是刚刚跟刚刚一样，就是被一股没有办法挣脱的力量束缚着，而且感觉双手双脚都差点就快要被折断，不能点闪躲之类的吗？不及你是有吗？幸运没有过，所以这没有办法。主动闪避，那曾大同学，你打算怎么做呢？没有办法主动闪避。有，布吉应该有过，布吉也有过。对，谁？我三十六。哦，你有过了。好，那你就是跟曾大一样，你们两个人现在是自由的。自由啦。那要不要分头行去？那个牛很可疑耶。那牛是酷刑。是啊，先救我们啦！救命！好，我们去救他们啦。好，来。要怎么救呢？怎么救他们？用力量，可以用力量把他拉挣的，把他们挣脱吗？那你们两个分别要救谁呢？我要救，那就最近的。啊，我啊，干，我不想救高金。好，曾大，你去救那个高金生一郎。那请你帮我过一个力量。好，来过。好。那你朝着未知生物挥出你的拳头，那在那个谁那个文岛同学，你要救流骨空音，那今夜帮我过一个力量。嗯，有吗？好，有够吗？摸看看，摸得力量在哪？没有，我没有过，我量超低，没过。好 ，OK。那曾大同学呢，体力比较好，所以他的拳头发挥的作用，那被打中的怪物可能稍微吓了一跳，就手有点松开了。那此时高金生一郎帮我过一个回避，好，过了。好，那高金生一郎也挣脱了，也成功挣脱了。那现在你们有。三个人是自由的，因为文岛他虽然挥出了拳头，但可能他平常没什么在练，所以这个怪物还是纹丝不动的困着有悟空。那现在还有两个人被束缚着 ，Switch。那请被束缚的两个人帮我过一滴三。啊！第二要打的，等一下。哇！啊！嘿，那。因为这束缚着你们的力量非常巨大，你们就觉得手脚都快要断掉了。那请帮我扣你的 HP。我自己有办法做什么事情吗？没办法。好，那这就是你们还我再给你们一个回合。那剩下的人你们要做什么呢？再救吧，我去救那个班长。
好，真大要救本田中，有好哎、欸，好，那本田就是束缚着你的怪物呢，也是受到了这个拳头的惊吓，然后他稍微松开了一些力气，那请你帮我过一个回避，回避100。42过有吗？好，那你也成功的挣脱了。那刘谷同学，你是谁要去救他？我怎么都不能动啊！高金，你还不救吗？高金，一个力量比较大的。高金力量比较大，我救。我来了，我来。啊，是用甩力量的。反正他在我旁边而已。好，那本田同学决定要去救刘谷空啊。好。力量过了，那你们用一样的法哈，也是让束缚着他的怪物就是受到了惊吓，然后变得没抓那么紧。那六姑再帮我过一次回避。哇，太麻烦了吧，家伙！有吗？78，没过。闪避好很背啊，那闪避不是很糟吗？闪避不是超高吗？75啊，刚好、啊，他差一点点，他78。啊、对，那就是怪物受到惊吓之后非常的愤怒，那其他就是你们其他人眼看好像就是对刘谷揍他吧，没有什么用了，那束缚着他的怪物也没有再理会你们，就是继续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他把刘谷空音塞进了那个冰冷的就是公牛雕像里面，那并且上了锁。那你们其他人不管怎么样就是去搬他或者是去打他都没有办法动摇这个公牛，那刘谷空在这个公牛里面感觉空气渐渐的稀薄，然后你也感觉到这个温度正在上升，干可不可以把那个火移开啊？没有火，他就是超自然的身体发热这么犯规的吗？对，那你们其他人要，因为其他的怪兽还在，那你们要选择逃离还是留在这里？救人吧，救人吧，没办法救人，没办法救，逃吧，他已经没了，怎么没办法救？对啊，对，没办法救人，他已经打不开那个铜，他这铜钮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打开啊。好，怪物开始朝你们走过来了。拉特拉，干！牛骨，牛骨。好，其他人就一路向下哦，就是逃出了这栋校舍，然后一路往校门口前进。那你们几个人离开了校园，那被困在铜牛里面的刘谷空音同学，就是温度一直逐渐在上升，最后高达44度以上，你就被活活烧死了。然后焦黑的尸体就是有如宝石一般反照着月光，然后在你死前就是灵魂出窍的一瞬间，你看到了就是你们的香月梦乃同学，他带着一股残酷的很满足的笑容，就是跟他身后那些像蟾蜍一样的怪物们说，就是用这些来做成美丽的手链吧，然后以非常就是尖锐的笑声在狂笑着，这样。好，一定搞。那其他人成功逃脱，像那个刘谷空音斯卡确认，好惨啊，老大。那。这一本到这边就结束了，就很毕不利啊。你们的结局是，有被这个月兽抓到，然后有人死亡。对，虽然好像跟他预测的不太一样，但是没关系。有那个一滴流的那个，嗯，啊。什么？你说生还报仇？对啊，对啊。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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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第三个。生还。生还啦，靠！好，那你们可是他一滴六回复要回复在
那你这是圣旨啊，圣旨。好，那你们生还者都帮我过一滴六。看吗？可以加回你的圣旨。六。哇，好诶、欸。看我变成六十五了。那有大成功的人，哎，我忘记要大成功要塞多少。嗯，就是有大成功的人，有我大成功的人，没有，就只有那个物级吧，物级不是两次，对，两次，也有不是吗？可以也有，我还有谁？谁有？也有，资料了，这种算吗？啊？嗯，这个算啊，没事，有啊，叫我记一次啊。好，就是有大成功的人塞一滴十好了，一滴十。嗯，对，我刚刚可以用大成功吗？太 too late。我对，是有点太晚。因为其实他剧本的设定是，你们如果已经看过七个现象，然后又被抓到之后，其实是没办法。其实好像他没有办法 逃跑，就是已经是确认刚才那个闪避失败。其实我们不能看的，那是我加给你们的，因为他所以是大家现在全死啊，正常来说是，但是因为他没有写得很清楚，所以我自己加了一些就是可以逃脱的那个过程的判断，可以逃脱的机制啊。对，所以正常来说我们是不应该看完，应该直接走的。就是如果你们有没有就是没有触发，就可能会只看到六个啊之类的。比如你们厕所若觉就是大家灵感都没过，那你们就不会知道敲三次门会看到花子，那这个可能就看不到。看不到就安全。那我刚刚的闪避失败也不能用大成功的，对了。因为没有人记得你有大成功。哇靠！那太。他发出太亏了，哇！我操！之后再跑个重生本把你救起来吧。居然是这样，所以我是一滴十吗？还是二滴？对，大成功一点用都没有，这样。你没有用，忘记吧？这只是忘记而已。对，后面就要出训练了。对，这个自己要写个笔记记一下。我知道我有大成功啊，但是你没有，没有当下没有，不知道可以用啊。但来不及了。你已经没办法回溯。对，漂亮的黑色宝石。你毕竟变成黑色宝石。好，那其他人都帮我过一滴死。啊，其他人不是大成功的人。不是，就是其他大成功的人。哦，但好亏哦。什么好亏？为什么只有一根三？一滴十，你可以选择加在你的，我想一下，这里的成长那边吧？是吗？是吗？还是这奖励通常加在哪？要看呐、啊，看你怎么给而已，看你要给他们拍照或是什么都可以，因为这本比较需要用、欸，要看这个本比较常用到什么，通常不会有加。我会有加数值的、啊，所以都是加技能那边吗？对，都是加技能。好，那就成长，就成长那边了、啊。成长的那一好，那这个部分你们加在拍照那边好了。好，加在摄影这个技能。那有两次的话要怎么加？所以我再筛一次。两次的话，你就再筛一下。好，耶六。所以是自己决定要自己加在摄影里面。对，就放在成长那一个绿色的那一个，绿色啊，抱歉，就是成长的那一个。没事没事，我可以往上堆，我会。好，那就这样子结束。你有什么问题吗？对，刚才说看到七个，那有人没看，那如果都有开，可是有人没看到，那算吗？那就不会被抓，对不对？其实总的来说，应该是这个现象被目有没有被目击到、哦，就是所以只要有人看到就算。那我想问啊，如果我们真的没有目击到，我们会怎样解除啊？
那怎样才算是结束？就如果你们只看到六个，我会，如果你们就是只看到六个，然后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已经回合已经用完，没有办法再去触发那个现象的话，我就会就是让剧情就是引导到你们就觉得就啊就这样，然后就离开学校，这样就让你们离开学校，就是会全员生还。哦，那好吗？就讲到结局不一样，成就的，就是他结局总共有。就是生存，就是报酬结算总共有四种，就是体验到六个现象，然后大家都生还逃离学校，没有人死掉，就是会给你们一 D 三加一 D 三的回复。然后如果是看到了七个，然后被捕捉并逃跑，没有人死，是一 D 六加一 D 三。那如果有人死，就一 D 六，然后最后就是全部死光。嗯，对，老大，没了，那第三个就好，谢谢。看我们这次能打的其实也没有很多。欸、对啦，其实好像也不太需要用打的。对啊，其实也不太需要去打。他最后的那一只，最后的那个月兽也不像是可以那个的啊。也不像是可以打起来的，就是说被抓了就抓了，只是他开放给我逃跑。月兽的面板，它的力量有十，然后耐久有十七，敏捷就是血还蛮厚的，然后敏捷有十，伤害加成是一 D 六，一 D 六。Wow, 我就是剩六滴血了，随随便便就会。哎、欸，那个是加成哦，那个不是上。那加成是加成是加上去，直接加了吧？就是你要他甩到多少再加那个数。对，你甩大成功，他可以再多加这一，就是你是可以再直接再多加这一滴六。好想成为月兽。就是加六滴。好，然后，哎、欸，等一下哦，你们现在是有人逃离学校。体验的七大不可思议，遭到月兽捉捕。好，你们有一个结局，就是你们其他逃离的人啊，就是隔天上课的时候，你们在上学的路上有碰到香月梦奶。那你们看到他的时候，他是等一下，他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们在学校上课路上遇到他，然后他是这样戴着口罩。那你们要去？关掉，等我一下。没事，真的进来。一拳猫过去。再开一下，再开一下，没看到。显示有吗？没啊。为什么我是跑掉的啊？因为你丢你的网页哦。靠，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开了你给的网页啊。哦哦哦，不能通哦。那就变成你的界面，那我就看。哦，原来如此，原来会这样。哇，巨星，有吗？我进来，我正在进来。妈的，偷袭！那前面超高的、欸。为什么我都看到白色的、啊？什么看到？好，没关系啊，算了。好，再放一次，等一下，往抽上。等洗很久。哎呀，看到，戴口罩。好，反正你们上课途中就遇到他，那你们要去，你们要去跟他问什么吗？有什么好问的？对啊，无话可说。所以你们不跟他讲话，你们不跟他讲话。有人说想完那个完成了，对啊。有人说拍到照片了，找他说话吗？那个照片要怎么办？对啊，把照片给他，对啊，照片啊，照片好像还不在我们身上。对，照片没有完成，那对不起，失败。哦，那你所以你们有去跟他接触就是？对，好，那。结果香月梦奶非常疑惑的看着你们，他们就说啥？我们根本没有叫你们晚上闯进学校，而且
我昨天就是得流感，发烧40度，死在家里哦，而且我根本没有来学校。然后正要说的话，他说我还带了今天要交给学校的那个诊断书，他还拿出了他的这个病假证明给你们看。哇哇，又被搞了，又被搞了，又不是本人。就是、对，此时都注意到了这个香月梦乃是假的。好 ，get。好的，灰狼。昨天的香月梦乃是假的。每次都是这种人，没完成任务还少了一个人，好亏。其实拍照不是重点啊，就是主要是被只要是有目击到就好。拍照只是有时候你们要触发一些现象的手段。哦，对，就比如那个，所以我们其实不用那么急着让老大去拍照。就比如那骨骼标本，其实Kim姐不拍的话，他就不会动。再进去第二次厕所，不用玩两次。而且这次这样子的话，他是全部的东西有触发过，还是要有一个人全部都有看到？只要出现过，这些现象要被看到，对，只要有人看到就算。早知道就不要在那边等那个照片了，等那个像那个画了。你不会早知道啊，这是早知道还怎么玩？不会让你早知道、啊。没有什么早知道的、啊。你要是我进来玩，我六个我就绕跑了。我一定是直接绕跑。我当然就以为要收集照片，那不然我还以为一直七个之后要回到家政教室，七个家政教室就是一个没有用屁。因为这种很容易。因为家政教室的重点是它旁边那个楼梯哦，对，所以我只是把它画进地图而已，它本身是没有调查点。没错，结束，结束，结束了，结束，结束，嘎，休息，休息。这次也不知道算是运气好还是不好。哎。嗯，脑袋已经消失了。我们他的人设还在维持，当一具好尸体。